敢不敢来昆明做我两天男朋友？单身，敢，出发！我他妈来了！开车太累，云南大关休息一晚。咱们现在已经到达昆明，他给我发位置这儿这个停车场了，咱们现在给他呼个语音啊，喂。我是龙九，我是龙九，我现在已经到达那个到达昆明，你给我发位置，这儿有一个停车场，你在哪儿呢？哇，人家开的宝马，走走走走，下车下车。Hello， 是你吗？对呀、看不出来。跟照片是一模一样的漂亮啊！你是要挑战我做你两天男朋友是吧？是的。啊，那咱们就开始呗。那我先带你去昆明的滇池转一圈。行，我开车，我跟着你。坐我的车就好了，我带你去啊。坐你的车？对啊。行，那也行，走吧。这边呢，现在就是滇池。熙熙攘攘迎着命运的道场，曾燃起希望，烧一遍空旷。多少心的滚烫，开不出花香。有梦的人，也许最迷茫。就把那酒杯抬前，敬不了来日方长。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休息一下，今天也玩累了。还行还行。我看这天马上也要黑了，你今天又跑长途跑那么久，要不今晚就在我家住一晚？合适吧？我还是在外面找个酒店吧。这有什么？什么跟公房间怎么的？哎呀，这我觉得再合适吧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又不是住不下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没问题。那我就住一晚。Nice。